国内有犯罪集团和柬埔寨诈欺集团合作，透过网络讲要用正高的薪水请人，啊骗人交付账户来做洗钱用途，搁较甲人关起。啊，毋过讲所有被害人看到工作者一谈，顶多要求主动要加入。啊，警方调查有那发现讲银行行员协助这不法集团。铁钳金链破门攻入去，几啊十个人为困眠当中惊醒。每一间旅馆截断两工换所在被查缉，最后一晚被抓，警方阁救出六个被人关起民众。满满的假金婆啊，藏满眠床，犯罪集团老头的手法，用网络高薪水来征人，骗被害者交出假金婆啊，阁关在旅馆，一直到银行账户被警示。在我们监控的过程中，的确有一个被害人哦，因为这个获利丰厚，所以就直接加入他们，成为这个控房的成员。外号土爷38岁姓林的胡林人，造成犯罪组织，受柬埔寨犯罪集团指使协助洗钱，半年来超过新台币4亿，真济嫌犯被抓，依照诈欺洗钱这罪嫌移送。不过警方前日追查，阁发现案外案，有银行行员涉嫌以其职权协助诈欺集团成员调整约转账户的额度，调额的人头账户超过20人。招转出的赃款超过新台币2亿元，他到案之后是全盘否认，那他声称自己只是正常的受理民众的申请。警方发现18岁姓朱的行员涉嫌甲洗钱集团共谋，协助提款人头账户转销的行业，相关正做3000万，为当中抽 commission 用轮件算钱，成功一笔就赚5万。敢若伊经手的钱都超过新台币2亿，为防止这种诈骗犯罪，法务部已经在收款，但发诈欺目前有关的行政院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